看着那个空降舱的位置，就是往他那里去挖，对，挖挖挖。他故障故障。你就说不要等到100%，等到90%就松手。等他冷却。啊。L 十大是不会用了，是不是 ？L 十大废枪废枪。我再也不要跟他打 A 了。等下，等下，蚂蚁你在后面有蚂蚁，蚂蚁怎么还没来？蚂蚁，快快过去，快过去！我说这个路我堵，我堵，你们赶快走！来了来了来了！他怎么进去？哦，这里，从这里，从这里！你怎么从人家轮子下？啊，迪叔有没有拿那个？你要你是矿工，等下等下等下，这边打完，迪叔你出来，这边要拿那个。你是砖头工，你要拿一下这个，这里这里我这里，啊有毒有毒有毒，不是哎、欸，我没看到你是有标吗？按 Ctr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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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看到我在哪了。啊？没有，有点对这个砖头工伙伴感到有点愤怒，请他稍微休息一下。不懂哎、欸。哦没有，这我帮你打啊。啊？你不是倒了吗？我打的、啊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是我，是我打的，是我打的，你不要误会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有18秒，还有18秒，迪叔要走了。迪叔快！你如果没有活下去，大家的奖励会变少，你要自己想想哦。迪叔，迪叔，你再不来，六、五、四，好扯哦，这个人好扯。哦、这么难，这么新手教学啊、哦！一个小时才过这个新手教学，哦，气死哦！迪叔在搞哦，没事啊，迪叔你很棒了。蚂蚁不要夸他，我知道我很棒，你们都很棒，除了迪叔。啊，这个画面就可以看一下，你的角色的最左边就是你打的怪啊，第二个就是你挖矿的数量。第三个就是你复活，第四个就是倒地，有人居然倒了8次，好扯！哦，这8次也不知道有几次。然后呢，身为砖头工是火力输出，他只打66个怪，跟麻衣差不多。诺英晚来，你只是他的一倍而已，好扯！通常砖头工要伤害是跟我差不多的，好扯！我们新手怎么可能跟你比？你新手在跟麻衣比？啊，麻衣麻衣是侦察的哦，他通常不太需要打怪的哦，都比你高了，都快比你高了啊。那我们是不是该对调一下？我去玩。没有没有，哎、啊，这新手第一关过了，大家可以对职业如果要换也都可以啊。之后的话，一开始就是建议固定一支啦，对，就看大家喜欢哪一个，我们现在还可以更换，好不好？没关系啊，那英的耳麦耳石是工程师，那这也是工程师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工程师最还好啦。啊，麻衣看麻衣有没有想换？觉得侦察兵蛮好玩。侦察兵好玩 ，OK， 就继续这样子。砖头工要记得多做事啊，砖头工。行啦，你看我刚刚帮你们逃生哦。来，那这个这边有装备。装备侦察机按 Ctrl 可以看大家都发光，来我这边，我这个胡子很帅的哦。那、啊、这边就是可以强化你的武器，就看你有没有那个钱，够不够钱可以去强化。它都需要那个、啊、钱跟相关的矿物。那武器的强化是这样，它是一排往下的，那一排一个横排由左至右，你只能选。一个能力，你都可以解锁，但装上去都只能选一个。那就是主要都是看你想要让子弹数变多啊，子弹伤害变痛啊，看你要怎么选。我刚刚玩导弹，等一下也换一把格林机关枪，对啊，这个帅气的雷霆自动炮。Everyone, all okay? 有点头痛。啊，那你就你之后自己再来努力。好。我们的下一关呢是要
采集外星虫卵哦，大家好好加油。那要来这里就可以出发。Rock on! We rock! 对，站进来就可以。那你可以按那个英文字的 V。Rocket Stone! Rocket Stone! 疯狂的矮人们。疯狂的矮人，没错。希望我们这群矮子可以好好加油，好吗，矮子们？你看，那左边会告诉我们现在潜入地心潜入多深，我们潜入了一千公尺。你看完砖头工，好，晚一点可以换。深入地底跟深入深海，好像深入深海比较可怕，地底好像还好。你有那个深海恐惧吗？很恐怖哎、欸，可是我有在玩那个游戏。诺音像这个矿，红色叫做硝团，这都要挖。硝团的话就是可以招补给，就可以补充子弹啊相关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往哪走？就是等一下我们的砖头工会告诉我们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、oh, 黄金虫虫、黄金毛毛虫？超胖。欸它就是有很多的黄金，对，打烂它，爆了！这是用锤的，都可以啊，锤的也是有伤害，那只是比较低而已。那、啊、这个就是融合石，我们的支线任务。存矿，存矿。那我们要去哪？哦、我们要去哪？就是看我们的那个啊，地主手工匠。我们要去这里，这里有可疑的土啊，这里有那个小团哦。也有两边。弄一弄一，像这样我们有点挖不到，你就可以下面放一个平台。哎、欸，这里很红哎、欸。放一个平台。这边有武器很多、哦。那个那边也可以。没错，这样就可以了。Time to deposit。哎，你挖到身上满就是存矿。就来回，至少就是那种大块的都挖掉就可以，剩下一点点的就不用挖。挖到这样其实就差不多，它剩下的就其实就没多少，一两点而已，就不用理了。啊，走这里，这里我开路了。这里哦，这里哦，我们跟着砖头工走。虽然感觉有点怪怪的，看一下，好，没有怪，哎呀，绕了一圈，怎么了？有异形？上面这里，有异形，蚂蚁，我们稍微往前喽。好，哎、啊，你是砖头工，你怕屁呀、啊？走啊，挖，是那个很远哎、欸哦，这个木槽，这打。他打他的眼睛，打他的眼睛。你是没看到他眼睛吗？然后死掉会爆一堆小只的，你就加油。前面有这个，这个是痛的，这是痛的。伤害这么不给力，啊，这个也是融合石，那、啊、像这种地方就可以稍微点亮一下。啊，迪叔，像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白白的？这是什么啊？妙绝珠？那、啊、要怎么挖？好，哎。B C， 我去开路来了。啊，弄一像这边很多有这种红红的，全部都是小团，这就是矿物天堂，挖爆！忘记有跌落伤害，我以为在玩 A 片。挖矿、哦，真的是挖矿，没有骗你。像这种大地方，你也就可以先放那个炮台。
等一下可能会冲出来。哦，肯定会的。妙绝珠到底是要不要挖？我很难在里面判定它在哪哎、欸。你是要去哪里了，大哥？不是在那个天花板吗？你走那么远，你要不要再回来看看？你要到底要去哪里？你有一个方式，就是你自己，你标记啊，你就是标记啊，标记你就知道位置在哪了，不是吗？那就是往那一点啊，两点之间直线最近，你整个绕到世界外了。哦，那你如果真的到一半，它的标记消失，你也可以跟队友讲啊，就再标一次啊。好扯，好扯，好扯！我现在又看不到我的标记了。我不要给你了。没看到我的标记吗？有，我看到了。揍你哦！欸，他这个，那你打那有没有很输呀？我不知道这什么，但我打得很开心。对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任务，要收集外星虫卵啊，虫卵就在这里面。这边的蛙就会超级舒压，啪叽啪叽的。再标一次。就是它，诺伊它是藏在里面某一个地方。啊，你要如果要特别看它点的话，就是按住 tab 啦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红红的球，就是往那里挖。它地图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才会理解。是有没有那么难啊，大哥？我就已经标了500次了。为什么我看不到啊？因为你不会低头啊。他在我正下方吗？可是我也没看到那个标记。太靠近吗？有啊，太靠近也会有啊，反正你就往下挖。啊！我的心脏，我的心脏啊！没有，他真的没有，他真的没有，我真的看不到。我手上没有那颗卵的。我有了。那个妙绝珠跟你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升级很多都会用到啊。我拿到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外星虫卵就是当你挖出来的那一刻呢。就会有一些虫虫来找你，因为你偷了他的心。所以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些虫群来啊。啊，我要放哪里？哦，放一样，放那矿螺，按 C 可以召唤他。你也可以按 C 把他叫过来。最棘手的我会帮你们打掉啊！那一块有，我们放了一颗虫卵了。下一颗。那一块找了。注意啊！下一颗，下面有两颗，上面有一颗。我先去侧边那一颗好了。看一下哦。蚂蚁，这个等一下可以挖蜂母石。好诶。迪叔来，迪叔来，我这，我在哪里？迪叔，我要怎么分辨你是哪一位？就是按住 Ctrl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但你太慢了，我要先把它挖出来了。不行，不行！你丧失你的功用了。我丧失。迪叔，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什么？前面有泥土，泥土要怎么办？开路啦！等下我看一下要往哪里。在这里可以架炮台，架炮台。你怎么没架？虫群来了！虫群来了！虫群来哦！这个是呕吐怪哦，这是飞天 BOB 哦。他吐那个绿色的，踩到的话都会反，都会那个受伤。我在输出。OK。还有吗？
你在往哪里挖的地图？好扯。啊！你干嘛射我？